近日，有八卦媒体在度假村偶遇李易峰与方安娜凌晨三日滑雪，当天身穿一套粉色套装，头戴灰色头盔的方安娜率先出现，没过多久，身穿深色套装的李易峰也出现了，两人一前一后跟随教练前往滑雪地点，期间没有交谈互动。就在李易峰和方安娜认真滑雪时，金晨也出现在了现场，他戴着白色头盔，即便穿着厚厚的滑雪服，身材看起来也十分纤细。到达滑雪场后，他并没有和另外两人会合，而是独自在他们身后与教练交流。据爆料称，这次李易峰和方安娜、金晨三人在滑雪场共同度过两天一夜。当天滑雪结束后，他们先是一起去用餐，紧接着各自回到下榻酒店。到了当天夜里，李易峰和方安娜先后出门与金晨会合。聚会完毕后，金晨回到自己酒店，而李易峰与方安娜则同乘一辆车子一起回到酒店，疑似正在恋爱。据悉，李易峰与方安娜已经认识十年，两人早年因拍戏认识，之后就成为好友，经常被拍到同进同出。关于两人恋爱的消息立刻传得沸沸扬扬，不过每次都迅速辟谣，但是网友们还是猜测纷纷，大家怎么看呢？